扁豆种植种植扁豆芽苗菜的扁豆哪里买呢？家居室内自己水耕种植的红扁豆芽菜。想要水耕扁豆种植成扁豆芽苗菜的扁豆哪里买呢？另使用扁豆种植箱来水培扁豆种植栽培方法与技术，其注意事项与诀窍有哪些呢？利用芽苗菜种植箱来水耕种植红扁豆芽苗菜，是目前无污染无公害的芽苗蔬菜的主要作物品种之一，更是调节台风与市场供应的蔬菜不足的方法。要自己 DIY 种植扁豆芽苗菜，需先准备一套专门种植扁豆等芽苗菜的芽菜箱，价格很便宜的，建议选购台湾生产制造的，其品质采全新塑钢材料，无塑化剂，可日晒微波不粉化，可长期重复使用，且更创新设计，让使用者能简易轻松地在家室内 DIY 培育种植出所有种类的芽菜与芽苗。延伸查阅扁豆种植、红扁豆芽苗菜种植过程全记录图文分享。芽菜自己在家简单种，有机无毒自己来把关。网络搜寻太平洋芽菜种子。